特别多。那您另一部新戏杀青的是陈胜书，就拍摄期间什么趣事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？我们有一场水戏，因为是冬天嘛，和热巴掉到河里了，水又深，我们又都不太会游泳，然后底下就垫了一个那个架子，就你可以站在上面，其实就是大概到我这里吧。但是我们又要演那种从水中挣扎上来的戏，就在那扑，就我们以为很深了，已经我们沉得很深了，其实我们就是有小半个身子也都在外面。然后一起来的时候，发现热巴也是，整个的头发都在脸上，也是在脸上，特别密集的头发，也是能留发。然后就发现两个蒙面的大侠在一起演，然后七次。你是何人？你就能吃三秒的。我感觉那水下特别刺激。